你在干嘛呀？你这看着都翻了白眼了。人家睡着了，翻了白眼。宝儿姐洗过澡以后，就老是在床上睡觉。啊？啊，可是睡眠质量也是可以哈。胖宝。第二个我都不理解，洗个澡而已嘛，又不是换了只猫，至于吗？你看这个样，我今天早上一睁眼，我塞一个大猫头就在我鼻尖待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没睡着，我一睁眼一看他也睁着眼，挺吓人。第二不走了干啥呢？刚才在那儿拦水喝呢。拦水呢。尿断了他。妈妈给你扣这个，你干扭了鼻子踩到脑袋，真是有两下子，你真是成我精的，你真是。你可是有两下子，你可是你啊！他在陪你哦。嗯。第二，偷偷摸摸的还在这儿，一会儿趁你不注意把电脑关了。耶！你这脑袋上贴了个符啊，这是。我的个娘呀！你听见他打呼噜了吗？好家伙，只能说睡得这家伙这个熟。我在这儿似有似无的听见。第二是吧？他打的呼噜呀？他也睡了，他睡了，妈妈，他这也睡了。醒了，快拍拍他！快，他醒了，快拍拍，把他拍睡了。这样，哦。是替人助阵唱歌。嗯，得给他唱一个催眠曲吗？不是，唱一下一下呀，真正歌。嗯。一下一下。他本来睡着了，你一看他就醒了，让他睡吧。你都没看见妈妈舌头。是，爹。你看，你看那舌头原来在里头是这样待着的。对。我看看吧。他可算走了，他快在我胸口碎大石一样的给我压块石头，一直在我胸口压着。